我认为艺术源自于生活。当艺术家对一切事物拥有足够敏感度时，对自然怀有足够的敬意时，那么每天都会有惊喜。几年前，宝格丽曾经邀请我参与了青年艺术家的一个评选。我也喜欢宝格丽的珠宝设计，充满了灵性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这是很重要的品质。灵蛇对于我来说呢，是一种跨越了时间和文化的智慧载体，以及信仰图腾的符号性。蛇的纹理及形态也具有天然美感，灵感都是关于自然的生生不息、蜕变与永恒。